和模特男友在泰国度假被拍，周围爆料白百合2015年就和陈羽凡离婚。可是2017年年初，白百合在接受采访中还一个劲地说，我们家陈先生明明离婚却卖夫妻情深的人设，这些爆料只是冰山一角。不过周围爆料这么多，得罪这么多的明星，居然没人来告周围。